贪腐草地，贪腐草地，黑箱重画，黑箱重画，退回重审，退回重审。1990年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从工业区变住宅区，只是一直都没有执行，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反弹过大，或者是说有很多自然难行的地方。那现在情况是说，现在市政府他以为他已经满足大地主的需求，所以他觉得说大地主满意，大地主没有意见了，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就可以动这个计划，但是他们却没想到说这边却影响到很多就住在这边土地很小的居民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才会站出来抗争。我们不相信说目前像复都新跟头前从化区空屋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你还要画一个这么多住宅区的一个都市计划，那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可以想象是最后你迫迁很多居民，然后中小企业全部都消失了，那最后这个地方就变成只长草的荒地，然后是空屋而已。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他们不让我们开发，因为说什么行水区啊、什么保护区啊，一大堆房子就是不能改建。那现在开放改建了，他们说可以改建了，然后大财团就进驻了，决定通了。然后呢，小老百姓，请你走开，钱让你不够买房子，我们只求让我们能够住下来，安全的住在这里。你让我们离开也没关系，但你钱让我够去买一间房子嘛，那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可是他的钱竟然让我不能够再买一间房子来住。我们老百姓在新庄开发区里面所有的合法住户，通通要被赶离新庄区。新庄的发展很重要。但是新庄的发展之后呢，原来住在新庄合法住户的人，通通要消灭掉。现在情况说，当然就是跟我们住户一样诉求，就是说他们都希望能够去重新检讨这个都市计划，然后并且暂缓，然后让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去处理，就是说，就是让这个案子变得更好。因为毕竟这个地方就是很多劳工在这个地方来，就是新泰地区的居民可能就在这边就业。如果说你只要让他们失业的话，对新泰地区也是很大的负担。我是希望就是说，他们能够赶快就是说改变这个都市计划，然后就是说去顾及小地主的权利的这样。怎么样？你说交钱给交不了啊？你交不了啊？不行不行！下面什么？下面我们很多人信。绕跑市长。是呀。绕跑市长。绕跑市长。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文就直接哈，请我们的那个相关的单位来处理。没事，就讲这样了。没事，就讲这样了。可是你们每次都说出这么简单的事情，大家还能怎么？不要再讲了。他说要把我们这四户拆掉，然后变成这边是工业区，这边是住宅区，只有这样的理由，我不能服了。不要激动了，你太激动了，我不能服了，你不能再高了啦。最后这一句，警察也会受伤，好不好？没关系，我们要长期抗战哈，大家我们如影随形哈。今天来进不去没关系，下一次朱立伦到哪里，我们到那里找他，好不好？